嗰度啊，嗰度嗰度。呢张唔喐嘅，呢张。一张得啦，市民一张得啦，一张得，一张一张一张摆翻喺后边。睇住啊，睇住啊，准备入波。好，你借一借位先。准备入波。好，开波得。我睇佢。波索射波是波索嘛，射多嘛，射多波索。嗰啲人投篮嘅。六号偷波，两分。四號籃板，我頭先。係啊。係啊，得好多波。你要今晚打啊？點解變咗三次嘅？十四兩分秒，四籃板，十四一球啦，地球犯規唔計啊，一球走。兩號犯規。十四號兩球罰球啊！第一球兩分。三分第一球罰球啊！第二球入。系第二球入咗，四比零啊！而家九号突破，梁军炒咗八号篮板。十三号助攻，十四号入。十三号助攻，十四号入。暂停，暂停，卡猫。要睇埋邊個助攻啊，邊個傳俾邊個？啊！自己鏟兩個籃板。有D繼續啱啱兩球嘅罰球，俾咗波先中，係八號啦，八號進攻啦，開始。八號兩球罰球，而家第一球啊！第一球炒咗，八號第二球罰球，都冇入到，十號籃板，
十四號好高嘅話，咁誒喺站底嗰啲應該絕對優勢。五號突破喺十號。炒。好靚啊！呢個八號做個波飛自己突破兩分入，即係完全啲防守都唔知隻眼神去咗邊啊！冇理到佢啊，好似揾自己的隊友啊！中間嗰條完全通咗俾我。有冇？即係我而家高度啊，攞籃板交俾十二啊，炒埋啊！喂，三步添啊！好嘈啊！籃板係邊個啊？籃板邊個？九號何真博嘛。十四號籃板一個，八號。頭先籃板，即係籃板。頭先十四號籃板。十四號籃板係我啦。哦。係啊。哇！邊個比做咗咩九號？八傳九。哇！冇人睇啊！呢個好快喎，呢個反擊出其不意啊！四比六啊，都唔係好差喎，今日打得。小跳步啊！哇，一米十二號，小跳都冇人啊！有傳嗰度底線嗰度空傳啊！啊，成日啲緊飛成當啲人冇到喎！十號犯規，兩球罰球，犯規就唔計啦嘛！黃色十號犯規，好十號，三十號兩球罰球。頭先幾下緊逼都甩流啊！全部甩咗幾隻，全部都俾到底線。睇緊啲隊友啲溝通唔夠啊，都唔知邊個孖邊個，就係要守 man man 喎。應該啲國際語言應該聽得明。入咗。好啦，十四號有機會啦，不過守得好靚，守得好靚，守得好靚，十四籃板。自己入翻兩球，六號嘗試突破啊！搶住平球，哇！八號自己搶，啱啱空場。兩號籃板，兩號籃板，唔入啊！八號唔入，六號籃板，啱啱條線唔使咁緊係。三十號嘅三分，十四號嘅籃板，炒咗啊個三分。哇！助攻係贏翻個十二嘅，十四比十二啊！好無辜佢話。炒咗啊！係啊，哦。M one。唔係。入咗係，但係你出一個技術犯規啊，因為佢挑戰球證，即係佢頭先話我隻手都擺喺度嘅啦。啲球證係絕對正確的啊，有嘅。哇！靚逼啊！五比十四入咗。助攻，真係助攻。五號助攻，我哋一計一下曬。即係佢係個人技術都好超大嘅。喂，有六號機波鏟空曬。又係咁樣啊！啲雙方都係啲溝通好差。每次都係右手邊可以俾人鏟攬落去啊！空曬，直情係空咗條路添。咁啊叫緊逼啦！我真係呢啲係咪叫陷阱防守嚟嘅？都係個陷阱啊！完全冇人去 check 佢嘅。六號兩球一球入啊！第一球入，黑色係其實打得幾好噶，防守守唔住啫嘛，進攻係好多機會。六號 keeper 好穩陣，個波喺度。係啊，幾好幾好。兩球入曬喎，呢個六號啊，打得曬。睇嚟係有把握。十二比九，啊可惜。八秒。七六，哦，十四自己鏟入喎，十號籃板，十號籃板，俾十二號拍一下，十二啊，好命中率太高啦，冇辦法啊，面對啲
切三 P。我等啊！大死咗个波，十号先。三波，哇！三球空波，十号拖波，起手一小三球拖波。我又空晒啦。系十四拖波，三球起手十四拖波。系啊。一篮板。五号自己弹埋，自己弹埋。五号助攻十二。12号啲后转身好靓喎，球球都有冇差？冇得换啊！黄色14号吹咗，吹咗九号。哦，九号。因为我听到十四号。14号，真系14号。我聽到14號咯，因為黃色冇。